高楼火灾。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，那是相当的壮观，但是壮观背后的安全隐患你要知道多少呢？一旦发生遭遇地震火灾，怎样做是最安全的呢？好多人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有人会说遇到地震我会跑，碰上火灾我可以灭火，但是小编想问一句，高楼碰上灾难你们真的会跑吗？高楼即高层建筑，超过十层的住宅建筑和超过24米高的其他民用建筑被称为高楼。高楼结构复杂，人员密集，一旦发生火灾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大的，因为一个不小心你的性命就会交代在里面。有的时候地震来袭引发高楼火灾，好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跳楼，那么对不起，你这潇洒的一跳所换来的只会是你家人的泪水，所以高楼遇险一定不能跳楼。此时身在高楼的人们，请您千万镇静，找个相对坚固的承重墙墙根，或者相对跨度较小的卫生间躲藏，并注意保护自己的头部。一旦遭遇高楼火灾，要首先观察火情，如果火情并不严重，那么可以使用身边的灭火器和灭火栓灭火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在哪里？每栋大楼都会有专门的消防器械和消防通道，他们一般都设有非常显眼的标识，遇到火灾和地震请第一时间使用它们。遇到火势已经扩大到你无法控制的地步，那么钱财神马的就不要留念了，跟你的生命比起来，那些都是浮云。你应该做的就是立刻自己疏散，逃出火场。如果起火点在周边，想要逃生就要做好提前预判。开门转移之前，要首先用手触摸一下门把手，如果把手温度过高，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进来，那么请不要打开房门，因为开门迎接你的是死神。要是你的运气不佳，发现逃生通道内已经布满浓烟和烈火，那么你最好马上关上房门，并用一些湿布条堵上门缝，舞动颜色鲜艳的物体，或用手电筒发出光亮，引起救援人员注意，从而获救。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着火点离你非常近，你的身边已经布满浓烟，此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并往身上洒一些水是最基本的自救原则。做好这两点，你就要快速地降低身体高度，避开浓烟，向避难楼层转移。高楼火灾最忌讳的就是惊慌失措，四处逃窜和开窗跳楼。转移时请不要惊慌，认真确认安全出口情况，从楼梯逃生。高楼之中随时会出现危险，不管是遭遇地震还是火灾，最忌讳的就是惊慌失措，四处逃窜和开窗跳楼。一旦发生险情，大家要学会如何逃生，有太多的案例生动地教育了我们，遇上火灾只有两种情况，逃生和遇难。毕竟生命最可贵，要保证生命的安全，你记住了吗？